今天吃生蚝。香龟肚子还是很饱满的，这个头也是可以吃的，这个头你吃什么下先在这里边吧，我一下就吐出来。哎，香龟正是肥的时候，这里边是它的黄。要打鞭子了，这边有下线，能不能看着？看不着拉倒。这个黄就不给你们看了，就是像是像的，但是就卖相不太好。你这两个刚出锅，红油捞子啊，先吃点红蘑香，不然这个脑子。我是爱心的，买花呢，玫瑰了。
内存又满了。